买高级菜不讲价。哎，有点意思了，你赶紧把他电话打电话，让他借这酒劲收拾收拾，以后就给收拾他，对，教育他，教育教育，打电话，打电话，打，哎，快打了吧，待会儿酒劲过去了。喂，十三妹呀，啥人？别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小点声，哎呀妈呀，给谁打电话？外人，没事，外人没事，没事没事。十三妹呀。那妹夫在这呢，你别着急啊，你过来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他马上就到了。给谁打电话我也不怕。哎呀，对对，走吧，就这样的啊。对，这样其实好。请坐。死哪儿去了？跑这儿凉快来了，找死啊！兄弟，该你了，上！哟，我下！你下哪儿呀？你下？下面有酒递给我。啊，对。那说你不能走这份礼，你这样这劲儿差点过。我们家事不用你管。没了，给我坐下！你们仨没事，站起来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折腾的。哎呦我天！哎呦哎呦哎呦！你坐下。我借着这点酒劲儿，我跟你说两句心里话。妈天天打我，你不打我，我打谁呀？哎呀，咱俩结婚20多年了，我了解你。从谈恋爱的时候，你遇到一点事儿吧，你就打我，我习惯了。哎呦，后来我想明白了，其实，你说你不打我，火不往我身上撒，你出去对外人，那得得罪多少人呢？那人家得多恨你呀！你打我，我不恨你。我习惯了，媳妇儿，他们不理解你，我理解你。哎，水开了，水开，没烧水。咋哭了呢？我是不是说错了？没说错。老公，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窝囊废。扶不起来，今天我发现了，你这是心中有大爱呀。老公，我错了，我改，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。老公，你说你也有不顺心的时候，我怎么没见你发过火啊？谁没有脾气呀？我说嘛，说。前年，咱家马桶碎了。你不是说大老鼠的时候碎的吗？踹碎的。这得憋多大委屈啊！就是。去年，咱家插几腿不是折了一个吗？那不是修电灯泡的时候踩折的吗？踢折的，这都跟谁呀？这都是。今年。等会儿，今年咱家电视掉地上，是不是？我摔的。你不是说是隔壁装修真的吗？我差点跟人邻居打起来呀。你后来不是打了我一顿吗？妹子，你可太不像话。
知道错了。老公，以后再怎么生气，别砸东西，砸我。为啥呀？那东西不都是钱买的吗？彩礼呀！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大伙儿都坐下，我说两句。媳妇儿，你坐这儿。老公，你坐。都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我说十三妹，我坐这儿不合适。你看看，妹夫对你多好啊！我说十三妹呀，这一个家庭为了和谐呀，咱们做女人的不能太自私啊，我们呐要考虑丈夫的感受。说的多好，就怕做不到。我错了。哎呀，等我回家好好给你道歉。哎呀妈呀，你别打我就行。走，咱回家。回啥家呀？都几点了，在这吃呗。你说了算呐。回啥家呀？都几点了，在这吃呗。你说呢？听你的。回啥家呀？都几点了，在这吃呗。行，别，咱俩做饭去。好。哎，妹夫啊，别把姐茶几腿整折了啊。不会的，姐，我就看会儿电视。哎妈呀，别给家里电视再砸了。哎，我们家没电视。那个，喝这么多酒，我上个厕所。对对。哎呀，去吧。哎，你别把人马桶踹了啊！那个，你跟我去看着他，拉倒吧。你去看他，我看老米。那我看谁呀？